今天我们来到了灵鹫山，灵鹫山在印度王舍城的东面。山不是很高，却连绵起伏，一望无际，郁郁葱葱，非常的美。我们下了车，穿过小商小贩们夹杂着的石板道，向灵鹫山攀爬。通往灵鹫山的路被修得平整宽阔，但是山道上每隔数十米就会坐着一位印度妇女和沿街乞讨的孩子们。据我们的印度导游说，在印度其实政府对他们这些穷人并不吝啬，他们是免费上学，免费就医免费的校车，免费的服装包括中午饭都是免费的。但是他们的家长不许孩子去上学，就是沿街乞讨，也许就是我们中国说的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靠佛吃佛吧。我们沿着石阶继续攀爬着，路边出现了几个山洞，相传是佛陀的几个大弟子禅坐修法的地方。当年玄奘大师来印度取经回国后，也曾提到过这个地方。舍利佛和阿难尊者修行的石窟是比较大，这两个石窟内保持了原始的风貌，简简单单的，只有信徒供奉的小佛像和一些水果等供品，几支小蜡烛在幽暗的光线中闪着柔和的光亮，为潮湿的石窟增添了许多温暖和柔和。我们登上了讲经台，山不在高，有佛则灵。讲经台是一座由巨石自然堆积而成的山峰，位于群峰之中。这座山的正峰峰顶竖立着一块巨石，形似鸠头，故名灵鹫山。山体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却让我感到非常的宏伟壮观。讲经台很朴素，四周用砖砌了半米高的围墙，正面中端坐着一尊释迦牟尼的塑像，佛像前垒着一块供台，上面摆满了各种供品和花环。来这里的游人大多数都是信奉佛教的，尽管我们来自了世界各地，东南亚、日本、中国等，信仰的佛教人也有大乘、小乘、密宗、禅宗、净土宗等等，但是我们对佛祖的崇拜却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在释迦牟尼佛主要的说法地灵鹫山说法台上，感受着佛陀曾率领着万名弟子在此宣讲佛法，包括著名的《心经》《法华经》《观无量寿经》等重要的佛教经文都出自在这里。法师带领我们所有的朝圣成员在此诵经、冥想、开示以及加持，感佛慈悲，与佛同在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订阅，不要忘记旁边的小铃铛哦。竹林精舍是古印度佛教著名寺院，是佛教史上第一座佛教徒专用的建筑物，它也是后来佛教寺院的前身，是佛祖宣扬佛法的重要场所之一。佛陀在竹林精舍安居的初期，
有舍利弗与穆建连前来皈依，成为座下高足，追随佛陀，弘扬佛法。佛陀寂灭后，弟子在此塑造了与佛身大小一样的佛像，我们由法师带领着，在佛像下绕佛念佛，感佛慈悲，与佛同在。南无阿弥陀佛。1975年，这个是周恩来发起的，捐给了印度政府30万人民币，捐建了。但是捐建后来就停画完了，中印关系破裂，中间停了大概可能有20多年。纳兰陀大学。纳兰陀寺院曾是印度最著名的佛寺，也是印度历史上规模最大、最宏伟的佛寺。纳兰陀寺院的伟大不是因为它的建筑，建筑只是一个符号、一个象征。纳兰陀的伟大是因为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等的佛学殿堂，是群贤逸致、英才荟萃之地，汇集了印度乃至世界第一流的高僧大德在这里谈论经法，是大乘佛法发展的摇篮，和玄奘法师、义净法师等几位高僧都曾来过这里。玄奘法师在印度游历了3年来到这里，当时主持纳兰陀寺的戒贤法师派出200名僧众列队迎接。玄奘法师、义净法师在纳兰陀的时候，这里相当兴盛，常住僧众3000多人，加上前来求学的各地僧人，总数高达上万人，寺内高僧大德云集，每天讲座有上百场，有讲大乘佛法的，也有讲各种佛法的，还有讲语言的、医学的、艺术的、自然科学的等等。寺院还有定期举办辩经，有的辩论长达6-7年，可谓是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。纳兰陀大学是大智慧的滋生地、传播场，这里从建立之初就是大乘佛法的重要基地，汇集了8方大德，其中不少高僧大师与中国结下了善缘，对大乘佛法在中国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12世纪，异族入侵，烧毁了纳兰陀，这座人类智慧和文明的千年宝库化成一片废墟，纳兰陀毁灭了，佛教在印度开始消亡了。纳兰陀这个摇篮培养出了大乘佛教文化，却在中国、日本等地生存演习下来，而且经久不衰，枝繁叶茂，这是人类文明不幸中的万幸。那当然没白来啊！来干嘛？了解这个佛教这个历史，就是你看完了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啊、你仅仅一个寺庙、一个道场、几位师傅，影响力跟这个当初来比是完全不可相比的。现在红叶寺也。上早晚店的时候，也很多。不确定这个情况，一万个学生，2000个老师，都是一家人。
一万个人，一万个是什么概念？五万个出家众。对，一万个出家众。不是在家，因为在家。一万个出家众，两千个。老师也是出家众。对，当时的这个戒律是分得很严的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我们跟师傅两个在一起这么走这么聊，是不可能的，是不会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的是非常严格的戒律。